动不动就说回国发展，你以为现在国内有那么好混吗？能在国内谋生的都是有本事有能力的人，在国外连老外你都卷不过，还指望回国跟别人拼内卷，你觉得可能吗？老家的人可以拿着3000的工资，抽着几十一包的中华，你有这个条件吗？老家的人可以一周喝7天，一天喝2顿，一顿喝1斤，你有这个酒量吗？老家的人处事圆滑，八面玲珑，能从容地处理各种各样复杂的人际关系，能交往各行各界的朋友，你有这个能力吗？老家的人从银行单位到医院学校，都有自己的同学朋友，平时要办个什么事，也许一个电话就能搞定，你有这个人脉资源吗？说实话，我都没有。在国外过惯了颓废的生活，让我再回去重新面对新的江湖，重新建立新的圈子，我怕我真的啥都干不来。你可以说我懒，你可以说我颓废。